Hello， 大家好，钟姐，我们所有选手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逢甲这里。那这一间呢，是我应该在3年前我拍过的一间娃娃机店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间稍微打一下吧。拉线呢？对啊。被吸哦。感觉可以。还是假象？有可能是假象吧。但是因为它有那个膜啦，难讲。它有那个膜，你吸到一个三角处，然后吸很多的话，有机会。吸。后旁。吸。后旁。助攻。OK， 打了。因为刚刚有一开始跟我说。这样。我觉得会是吧没有，这一台是真的，因为它的下爪偏快了一点，所以会比较偏难抓。因为我个人习惯是打下爪慢的，因为打下爪慢的，我觉得比较操作空间比较大。那我挑一个试拍给你。试拍，试拍我就直接换台就好了。试拍，好了，我们去寻一下其他的。能不能打一下45度掉出来？对，我头左边不吃，头右边不吃。可以这样。哦，后旁哎。而且后旁超薄的后旁哎。后面要不要挡？我稍微挡一下。那你要不要讲话一下 ？OK OK 啦 OK 啦，安妮，这样有没有挡？有。漂亮哦。喝啦喝啦，来一个再一个后旁。哎呦。再后再后再后。后起来，超级后旁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，后，哎，后，助攻，而且又有助攻，刚好 ，OK， 而且这一盒偏重，有一点重量，一盒就好。好，因为这边我们为什么要赶快结束？因为是这边太吵了。它旁边有一个那个哦，虽然比较凉，可是有点吵。对啊，那我们再去寻其他的吧。后旁。哦，怎么有点暴力啊？凶。秀。那就这样一路过来这里。一路过来。吸他的头看看呢。吸。哦。再吸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我们就拼那个膜，那个三角处那个膜。再多一点吗？再多一点。再多一点。多一点。啊你啊靠靠靠！哎呦哎哎，有过哎！就这样子吸着吸着，给它吸到过为止。好，过。哎，怎么回去啦？过。哎，有出来有出来。过过过过过过。成功。OK。对啊，刚才有没有想到，哎，四个，哎，觉得哎好像不行，然后放弃了，结果没想到他射在这里。好，嘿嘿，还有这个金的，还不错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再去寻其他的。好，好，太没力了，靠！看真的没力了。好，我们寻到了下一场，来这场稍微小玩一下，拖出来。不过那个拖出来，不知道这个逆血爪能不能拨他这个头，再轰出货。再看哦，好像更远哎。对啊，算了，我直接来好了。哦，歪了。哎呀，那那自杀。哎，那这样呢？过来，我还以为他要出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这样，然后再过来一点。
不是这样啦，这个再过去一点，我试试看，试试看看。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啊，这样。哦，还不够过来。再来一点。出。好。顶冲，可以吗？有点远呢。哦，好吧。不然我也想要顶冲。哎，这样呢？抽不到。嗯。哎，我爪子再把它转回来一点，再转回来一点点。好，这样。又来。快下去了。我实在傻眼呢。那我们把它拖来，直接这样拖来这里。哎，爪回来了。又跑掉了。过来，哦，我以为撞到它就掉下来。对啊，我就是想要这样子啊。啊？它除非塞好塞满，我觉得这台其实是有机会。但是它的东，它中间是弹跳，然后那个很软，就一直陷在那个正中央。哎呦！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他这样，如果他再过来的话，我拖下面的过来，有可能有机会。而且他下手慢的，不一定可以直接拖上面。没的。我直接来吧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他这台是真的有机会。拖。哎。再包。没有，我是直接全包，全包。哎呦，再来呢。点他。出来。哇，这个角度。全包了，不管了。是我放弃了。没有，因为它东西要补位啊，然后这个它没有东西补位的话，是真的完全不行。而且在那个角度，我这样顶多顶顶顶顶顶，一直就点点点而已。哎，这个难讲。哎，它怎么打后面？啊，就是那个信在那里，它是变成是琴里面啊，下面那一盒补位。好，这样拖，哦，顶啊 ，OK， 最好是一直荡荡荡荡荡就好了。所以它的荡掉，它很特别，它是直接放掉，因为它放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攻里面的。OMG！ 那我们就稍待片刻，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先玩其他的。好。无挡洗衣球。哎。麦搞好平哦。我觉得它的弹性很薄呢，刚刚它夹到那一下，它是直接丢原地呢。可以哦，这台可以打哦。爪子好小哦，爪子小，之前我们也打过爪子小的，还青苔呢，是吗？对啊，杀戮啊，杀戮青苔，然后拿青苔那个送一番赏那个啊，那是爪子小的，小爪那个是小爪啊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那个要出来捏把就可以了，对啊，有了，有了，好、哦，超薄哎、欸。真的这一台是真的超薄哎、欸，而且你看甩幅，重点是甩幅，那甩幅甩起来非常非常的顺。这个要走开，这个走开我可以直接拖这一个，好，直接拖它，它补位，那这个又在这里了，算准准。你看这样子补位，在这里，然后拖后面那个蓝色的、欸，拖后面，然后这个45度或者是前面，我们要先，要么打掉，要么出掉。换个位置，因为我们可以再拖，我们可以把它位置缩得很小，但是它吃到盖子是很优秀的，它就是要吃到边边角角，要吃到边边角角，但是它整体你就这样缩成这样子就好了，它就是一直无限枪位啊，丢一下，好，非常好，先拖下面这一个，拖到。好，再拖，拖下面这一个，哎，补位，有没有？
那个蓝色我们没有拖到，但是它立着我觉得绝对可以，它爪力开很强，几乎全开了。哎，它出来了！哇！我们刚刚有没有想说等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再玩另一台？嗯，没想到这一台，我们就突然听到咣咣咣咣，没了，它自己掉出来了。我们策略失败。策略失败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玩下一台。先把那个夹掉，夹过来，或者是在旁边，我要再去拖后面的。哎，哎呦！哎呦，有了！爪力超强，超强！这台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奇台。你看。你看，完全把位置缩到一个不要不要的，然后这个就直接吃了啦。下来，哎，带宝，有了，有了，哦，根本没有勾起来，根本没勾到，就拨一下而已。然后要打的话，这个再勾它一下，哎，这个再勾它一下，哎，勾到。没有，他勾到那个最宽，我有看到他，然后丢回去丢不回去，卡住。对呀，所以他下爪又是慢，他下爪又不是说很快，让你抓不到。然后他那边里面还有很多二楼的，就像刚刚那一招，一直拖就好了。你看那个如果打掉，我们拖那个出来。有了，他爪力真的很强啊，连那个连身体都有办法。丢得很大力，就是勾那一个，它那个会连带。你看这个，哎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啦。再拨它，有漏，有漏。其实要打也可以，但是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好，又游戏一小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还有加上前面我们也夹蛮多的，又有好几盒公仔。少少出。嗯，都少少出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一直试数四台，就试一试，哎，少少出，我们也就换台，又少少出，就是会一直试啊。一进去我们都是不是会针对哪一台打，就是一看到就哎试一下试一下。还是有被电的啊，只是没有剪进去而已。还是有被电的，你不可能不被电啊！你无论是谁，我觉得在这一个领域，因为台子的台性真的是可以随便调啦。啊，你再怎么样，再怎么会夹，那台子夹调到你打不出来，你再怎么会夹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基本上台子一定要有一定的它的出点。那对于我们这些夹客，我们知道怎么出点呢，我们才有办法去跟它去对抗。嗯。但是没有出点的话，我们怎么夹也是没辙。对，嗯，但是我们夹到最后面这一场，这个洗衣球是真的好玩，没开爪具，然后甩幅很顺，然后它捏边边会出，然后捏到这刚刚有一盒吧，捏到这个，然后丢进去，然后又反弹，然后又一个公仔金正，好，那今天就夹这样子吧，我们就抽这一盒公仔吧，因为这盒公仔，它自己掉出来了，它自己掉出来，然后跟我们没缘，对，就抽它了，原本还想说可以计划通一下，哎，还不错，可以操作一波，但是没得操作，它自己就跑出来了，好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抽这一盒超市的悟空送给大家。嗯，那这一盒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除非吸很大力，除非吸很大力。总赚一盒，走了，不玩了。OK。